非常高兴咱们讲座今天又开始了，如期进行哈。那个咱们 Alan 老师今天的课程呢是讲极光摄影基础，那我重新从头开始跟大家介绍一下老师还有我自己。我呢是新来的主持人，叫 Helen， 本名叫沈辉，来自北京。曾在某世界500强企业工作了20多年。2020年初我来到加拿大，目前呢是在萨省的里贾纳。那个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中国妇女互助协会的 Zoom 直播间。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互协会是支持加拿大华裔妇女的机构，鼓励加拿大华裔妇女积极地将中国有形的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加拿大社会，同时欢迎华裔女性、中老年朋友积极参与我们的妇女协会的各种活动，互帮互助。同时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呢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cwaa2020.com，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CCWAA。那我们这个 YouTube 频道上呢，每天都会上传当天的最新的课程，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呢能够订阅，避免呢后面找不到哈。然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何老师，也方便我们新进来的朋友，就是说能够观看之前的那个视频哈。那这个 Alan 老师呢，他的情况哈，他呢旅居加拿大17年，现在居住在加拿大卡尔加里，是在阿省。我放大一点。那个他呢同时是加拿大风华假期旅行社的创始人，喜欢呢户外探索，摄影、越野自驾。他是加拿大高山俱乐部会员，也是美国摄影协会的会员，还是落基山地区定制旅游和摄影团的这种开创者，自驾旅行过加拿大各个省和美国30多个州以及北极的地区，那他肯定就是一个行摄达人。那今天他讲的已经是第六期了，这个极光摄影基础的一个知识哈，已经是第六期了。那欢迎新老学员们继续能够收看。那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Alan 老师来帮我们讲课。在开始之前呢，要给大家提两个请求。第一个呢是在 Zoom 课堂里面呢，请大家使用这个真实的名字，大家现在呢可以修改一下，如果您现在不是用的您真实的名字，这样呢方便我们就是说在课程之后呢有一个提问的环节可以互动，那个时候方便大家互相认识一下。第二呢，就是在授课期间大家不要打开那个声音，能够保持静音，这样呢同时呢也能打开摄像头，让何老师看见您的表情哈，有互动感，您的反馈呢越多越积极，你有表情啊，有困惑呀，有喜欢，他肯定能看得见您的眼神，那这样老师的这个教学质量就会越高。好了，那我们现在话归正题，请我们 Alan 老师隆重登场。大家好，谢谢 Jessica， 谢谢 Helen。咱们今天呢开始咱们这个摄影的这个第六期第六课，就是我们上8月份呢，因为这个我正好在带团，所以缺席了一节课啊，所以这个不太好意思。我们今天呢，这个9月份呢，我们这个给大家继续讲这个摄影的基础知识。今天呢，我主要是给大家讲那个极光。上一次呢，我们是给大家讲了日出日落。我呢是希望呢，能够通过每一期呢，给大家教大家一个拍摄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像我们上次是拍日出日落，我们这期呢是主要给大家讲这个极光。为什么我选今天给大家讲极光呢？原来我是想计划给大家讲那个拍月亮，因为这个中秋节嘛，
正好月亮是最圆的时候，但是呢，咱们今天呢，正好把这中秋错过去了，所以我呢，就想把这月亮呢，咱们可以放到下一期和后面给大家讲。今天呢，正好呢，我们现在是这个极光的拍摄季节，所以我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这个在这一段时间呢，可以有机会能拍到极光。所以我今天呢，就是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极光的拍摄方法。这极光呢，那个它呢，主要是在这个每年的八月下旬到第二年的四月份这段时间呢，都能是看到极光啊。这主要是要纬度高一些啊，所以呢，这段时间呢是拍极光的这个主要季节啊。所以我在这段时间呢，给大家讲这个极光呢，就是希望啊，大家在这段时间想去拍极光的啊，可以。看看我这个教程啊，这一些摄影参数，我的这些摄影参数呢，像我拍日出日落，还有拍这些极光的，这都是经过我的实践的啊。所以这个如果大家呢按照我这个参数来设置，基本上都是可以成功的啊。这个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可以有保障啊。今天呢，这个我们现在呢正式开始我们这个摄影基础教程第六期啊，极光的基本拍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极光啊。这个极光呢，是一种绚丽多彩的一种发光现象。它呢，是由于呢太阳带电粒子流啊进入地球磁场，在地球的南北极附近的高空呢，夜间会出现啊这个灿烂的美丽的光辉啊。在南极呢称南极光，在北极呢是称北极光。这个它这个极光呢，它是这个太阳的，实际上是一种太阳风。它进入到地球的磁场以后，它是和这个带电粒子发生这个反应啊，像有这个正负电子进行这个反应啊，这个产生了一种这个电磁现象啊，这种电子流，这种电子流呢就产生了这种美丽的极光啊。这个它呢是根据这个极光这个高度啊，它呢能形成不同的颜色。这个极光呢是越接近地面啊，它就是它的颜色呢就是绿色。如果这个极光呢离这个地面越远，就是在天空越高的话，它会形成不同的颜色。很多那朋友呢以前呢那个，因为我们没有去到纬度很高的地方啊，所以呢以前呢偶尔会看到极光，但基本上都是这种绿色的。实际上极光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这个这种光带。它呢不但有绿色，它是七彩的啊，多彩的，像那个彩虹一样，各种颜色它都有。这个有绿色的、红色的、粉色的啊，这个这种极光呢是离这个地面越远，它的颜色呢越鲜艳啊。所以这个我们如果能看到这个黄色的呀、红色的呀、橘色的黄这种极光啊，就说明这个极光呢，它呢在高空啊，这个颜色呢，它呢就像一个美丽的这个激光一样啊，能够在天空啊，这个像舞台一样在变换啊，非常的魔幻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呢也非常喜欢拍极光。我从2012年就到黄刀去拍过极光啊，到今年整整10年了，所以我呢这个也算是一个追光的爱好者啊。每年到这个从秋天到冬季啊这段时间啊，这个我呢基本上都会拍这个极光啊。我在卡尔加里呢，偶尔呢它那极光很强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地区也是能够看到的。像我这张照片啊。就是我在卡尔加里这班夫国家公园啊，叫明尼湾卡湖，我在那儿拍到的啊，并不是说这极光我们只有去到纬度特别高的像黄刀啊什么这些地方我们才能看得到。实际上如果它很强的话啊，这个有可能我们在这个整个加拿大啊，我们在南部都可以看到极光，甚至于呢它去年特别强的时候，有一十级爆发的时候，他们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纽约啊，就是这一线啊，这个都看到了极光。所以呢这个极光呢，它呢并不是说呢它只出现在这个纬度特别高的地方，它呢由于这个强度不同啊，它在很强的时候有可能它的范围会覆盖到我们这加拿大的整个全境啊。这个所以呢大家呢在这个也可以经常呢
下载一个 APP， 经常的去上去查看一下，看看如果它很强的话，它上面会有一个它的极光的一个范围预报，如果能够扫到我们这个所在地区，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极光。只要到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向北看就能看到。所以呢这个极光呢我们呢是都有可能会拍到。所以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极光的拍摄。就是我们在何时何地可以看到极光呢就是每年的这个八月下旬到第二年的四月是观赏极光的最佳时间。就是在磁纬 62.5 度到 77.5 度都有可能看到极光。这个以北纬70度为中心线宽度大约有15度它有一个带状区域是极光发生的主要这么一个区域。在这些地区呢它的 KP 指数就是这个极光的强度这个能够达到2以上就可以看到极光。但是它是就是有不同的强弱像2呢就比较弱这个能够肉眼呢我们看到的呢就比较就像一个特别薄的一个雾。但是你要用那个相机拍出来就能看到它是一个蓝色的极光。但是这个 KP 指数要是很强的话像那个我们在黄刀地区只要它能达到5以上就可以看到这个彩色的极光。我们在卡尔加里这边呢一般是在6、7以上是可以看到这个极光的。所以呢这个在多伦多呀什么在这个地区呢和这卡尔加里的纬度差不多。如果它极光能够达到7以上呢我们在多伦多地区也有可能会看到极光温哥华呀多伦多啊都有可能看到所以这 KP 指数呢是一个这个表现这个极光强度的这么一个指数一般的那个在纬度很高的地方2以上就能看到这个在我们纬度低的地方差不多7以上是可以看到的。在加拿大的黄刀呢还有冰岛这个是最接近70度中心线的地区。所以呢这个看到极光的那个机会呢是最大的。像这个极光观测站这个联合国这个极光观测站它就设在这个黄刀因为那点呢它是在极光这个最强的中心带里所以这个它的观测站就放在了这个黄刀。在接近这个中心线的地区呢还有一些这个国家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像挪威的特罗姆瑟瑞典的阿比斯库加拿大的育空地区像白马呀那边这个还有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这个在加拿大的育空也是一个看极光比较好的一个地方这个白马地区像那个在白马就是经常有这个极光出现还有就美国的阿拉斯加这个费尔班克斯这也是一个看极光非常好的地方像我们带着极光团我们呢主要呢就是去三个地方一个就是黄刀一个就是这个白马地区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阿拉斯加这费尔班克斯这是我们带团一般看极光的主要的地点。这个在拍这个我们看到极光以后想把它那个拍下来这个我们呢要有一些的前期准备因为这极光呢它出现的时间很短一般呢是在晚上的十点到夜里的凌晨差不多在两点左右这段时间呢极光呢是比较强而且它出现的时间呢非常短突然出现呢有可能就是十分钟二十分钟长一点的可能就是40分钟左右这个我在今年二月份我拍到过一次极光这次极光的时间持续的非常长。它持续了将近有两个小时而且非常强基本上可以达到九级十级所以呢我当时拍了个延时这个极光呢就非常漂亮这个但是呢一般的极光呢出现的时间都很短一般那个一次出现这个极光大约都是10到20分钟左右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要想迅速的把它拍下来这就要做一些前期准备我们这个前期准备呢主要呢是从硬件和软件来准备。在硬件方面呢我们是用这种这个超广角的镜头这单反相机甚至于我们现在高档一点的手机像那个苹果的华为的这高档的手机对不对都可以拍到这个极光。这个要拍极光呢一定要用这种超广角的镜头因为它是在天空大范围的这个变换
所以这个超广角拍出来的非常的这个震撼啊。所以一般我们拍极光都是用超广角镜头，三脚架呢这是必须的，因为拍极光呢它是在晚上在夜里，这个周围环境呢非常的暗，所以呢你如果没有三脚架就不能长时间曝光。这拍这极光一般的曝光时间大约是在10秒到30秒啊，甚至更长啊，这样呢这个才能把它的亮度拍出来啊，这个因此呢这三脚架呢是必须的啊，如果你要是没有三脚架你就不可能拍这么长的时间，因为稍微晃动一点整个画面就是虚的啊，即使用了三脚架，如果你要是这个对焦啊，因为在夜里的对焦对不准的话，拍出来的极光也是虚的啊，所以这个对焦也很重要，所以这三脚架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另外一个呢就是啊要有一个带红光的头灯，因为这个拍极光呢是在夜里，所以呢它的周围环境非常的暗非常的黑啊，你在调这个参数的时候，你要没有这个灯光啊，头灯啊手电啊这些东西，你是看不清这个相机参这些这个拨盘参数的，所以要带一个这个头灯。为什么要用红光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在调这些参数的时候啊，用这个手电和头灯啊打亮的时候，其实你周围还有其他人啊也在拍这个极光，这时候你把灯光一打啊，其他人在长时间曝光，突然有一个这很亮的灯光一打，整个这个其他人的这张照片就废掉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用一个红光啊，这红光呢我们在调自己的这个参数的时候是不影响其他人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最好准备一个能带红光的这么一个头灯，因为你有头灯呢就可以解放那个手啊，这个手电筒你在调参数，一手拿手电筒一手调参数啊，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啊，你要有头灯啊，你这个两个手就都可以解放下来啊。所以在拍摄的前期呢，在硬件啊，我们这三样呢是非常关键的。另一个就是在软件方面，在软件方面我经常用的呢就是这个Aurora 这个 Focus 的这么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好处它在哪儿呢？它是可以预测这个三天以内的这个极光强度的。就是用这个软件，大家从那个就是用手机下这么一个 APP， 然后打开以后啊，这个我们呢就能看到啊，它这预测三天之内啊和这个当天呢，它一般是每半个小时啊有一次预测啊，这个而且在三天之内它都有这种预测，就像我们这个软件打开以后，它会显示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这种极光的预测强度，最强的这个极光强度。如果我们看到这个预测这三天之内如果有达到7级以上的这个极光，我们就可以准备出去拍这个极光了啊。因为我们都住的比较靠南，所以它一般7级以上我们是才可以看到。但是如果你要到了黄道那点，你只要看到它有3级、4级，你都可以出去的啊，都是可以看到这个极光的。在黄道那边呢，它是正好在极光带的中心啊，它那个极光是非常强的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呢就可以这个看这个它的预报。而且呢像我现在这个图，它这个图呢就是差不多每半小时它会这个显示一下现在这个极光强度大约是多少。这一张呢就是显示的极光强度是7啊，就是它的7级啊，就是很强了。就是如果在这个我们南部这边7级基本上也能看得到了。下面这个小地球啊，这个地球呢也非常的关键。我们除了要看它这个极光的强度，另一个呢就是要看这个整个极光这个带它扫到了这个地球的哪个部位啊。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极光呢这个强度很强，能达到10级，但是我们却那个拍的时候却看不到极光。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个极光它这个带它扫到的这个位置没有达到我们那个观看的这个位置。像这个呢它现在基本上就在北部啊，我们这加拿大是主要的，我们这个南部温哥华呀、卡尔加里啊、这个瑞振纳呀、还有这个多伦多啊，基本上都在这个南部这美加边境这一线。所以呢现在这个极光呢它是在北部，我们如果要是拍呢像这7级，我们在这儿就是黄刀这个位置基本上是可以看到的。
但是像我们这个现在居住的这个些城市啊，这个它这个激光带没有扫到这个城市，所以我们呢基本上看不到。只有当这个激光带完全扫到了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居住的城市这块啊，像我这个看到这激光带差不多扫到这个位置，我就基本上可以出去了啊。它这个就说明它这个激光我们在这个附近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 APP 啊是非常有用的一个这个软件啊。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想拍激光啊，咱们可以呢那个下载这么一个 APP 啊，上去在拍之前啊去看一下它这个激光的强度。下面呢就是到了我们这个参数设置这个环节了啊，就是我们前面这个准备工作做好了以后啊，这个我们这个相机啊到底参数是怎么设置。这个拍激光呢并不是非得用单反相机啊，单反相机呢这个当然拍出的效果是最好，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高档的这个手机啊，华为的啊，这个苹果的都是可以这个拍这个激光的，因为他们都有这个夜景模式。而且呢这个华为手机专门有一个专业模式，这么一档用专业模式，它设置的参数完全和这个相机的这个单反相机的这个参数是一样的啊。这个所以我们呢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我们单反相机啊这个参数的设置啊。如果你这个了解了以后，你用华为手机打开那个专业模式啊，它里头这些设置的这个参数你照它设置啊，拍出的也是可以拍出也是可以拍到激光的啊。这我曾经带过这个极光这个摄影团在黄刀啊，就是我就是有客人呢就是用这个手机拍的，但是呢也是一定要有那个手机的那种三脚架啊，一定要有三脚架能够把手机固定住啊，才能这个长时间的曝光。嗯，首先呢咱们就是曝光三要素啊，这个光圈呢我们一定要是把它放到最大，因为夜里嘛这个周围环境非常的暗，所以光圈呢一定要是放到最大，这样可以进光量呢就是可以达到最大。像那个我们单反啊，最大的光圈可以达到 1.4 1.8 和这个 2.8 啊这样的光圈。一般的这个全幅的相机呢这个能够基本上能达到这个 2.8 啊这个以上这个光圈。我们就选它最大的光圈，你要是最大光圈是 1.8 的，你就选 1.8， 2.8 呢你就选 2.8 啊，甚至于你用 3.5 的也是可以拍到的啊，就是把这光圈放到你这个相机的最大啊。快门呢一般就是根据你那个那个 ISO 啊，还有周围的这个环境，还有你光圈大小我们可以把它设置到10到30秒左右啊。如果你那光圈很大，你是可以达到 1.4 的光圈，你甚至于用8的这个快门，八秒的快门都可以拍得非常清楚啊。所以这个呢这也是快门呢，就是我们可以根据现场啊拍几张来看一下它的曝光啊这个情况来进行调整。另外一个呢就是 ISO 啊，这个感光度。感光度呢一般呢我们因为在夜里啊，我们拍星空什么的，这个在夜里拍摄一般我们都是选这个1600到6400啊这个感光度。这个如果也是你的光圈特别大的话，你的ISO 你甚至可以用到600、800都行啊。这个一般的我们用 2.8 的这个光圈呢，这个相机啊最大光圈 2.8 的时候，我们一般在1600到6400之间选择啊，就比较拍出的照片就比较清晰。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白平衡啊，白平衡呢这个我们一般设置白平衡呢是有两种设置方法啊，就是如果我们拍这个极光的时候，你用的是 RAW 格式啊，这个原生态的 RAW 格式，这白平衡你就放的自动就可以了，因为这个 RAW 格式的照片它是需要后期调整的，因为后期呢你这个白平衡是可以调整成任意值的，所以你这个不用管它，直接把它放成自动就行。如果你要想用那个 JPG 这个直出的话啊，你就是可以把它调整到3500。这样呢使这个照片呢稍微的啊这个有一点冷调啊，这个因为极光呢一般都是像这个绿色啊什么这种极光呢，它你冷调一点呢它呢更能显示它的这个极光的这个清晰度啊，所以一般呢我们可以选到3500啊，你甚至于选到3200都可以啊，这个我们一般是把它放到3500啊拍极光的时候。
然后还有一个两个非常重要的那个点啊，就是我们呢在拍极光啊，尤其拍这个星空夜景的时候，都是我们啊要把这种高感光度这种降噪功能给它关闭啊，因为这个呢，它呢，如果你拍这个 RAW 格式啊，它这个降噪功能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它是不起作用的啊。如果你要是用这个 JPG 的格式，它呢是起作用的，但是呢，这个它会那个占你的那个时间拍摄的这个时间啊，还有那个它存储时间啊什么都会比较长啊，这个在拍摄的时候呢就会耽误时间。另一个呢就是关闭这个长时间的这个曝光降噪，这个也是你它开启了以后，它跟你那个拍摄的时间是一样的。你如果你设置30秒的这个拍摄时间啊，它这个降噪了啊，这个等于它是多了30秒这个降噪的这个时间，就是你要设了30秒，它等你这张照片拍下来，它要用到60秒啊。在我们现场，尤其是这个极光变换非常快的情况下啊，我们这个时间呢，这个等待的时间越长啊，我们拍到的照片呢就会越少，所以我们这时候呢啊，就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关闭掉啊，这个没有太大的用处啊。这个因为这个长时间降噪呢，我们可以用后期就可以给它调整一下啊，很容易啊。而且现在这个单反相机的这个这个工艺呢做的都非常的好啊，所以这个降噪功能呢，现在呢这个噪点呢，如果你在1600到6400之间，这噪点基本上就是可以接受啊，所以这个曝光长时间降噪我们要把它关掉，要不然它这个拍摄的时间太长啊，有时候你站那儿要等1分钟啊，这个你就会觉得那个非常的这个着急啊，因为看着这天空这个变换颜色啊，你就非常想多拍几张，但是它一张照片要1分钟的话啊，你就会觉得这个时间非常长啊，所以这个呢，这个长时间曝光降噪也要把它关闭掉啊。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参数都设定好了，就是我们在要拍摄了，但是呢，这时候呢，我们那拍出一张照片，我们会看到有可能这张照片呢它是虚的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对焦啊我们没有对好。拍这个极光呢，我们一般对焦呢是要对到无穷远啊，这个因为极光在天空嘛啊，就是非常非常远，所以我们一般呢是把它对到无穷远。但是在我们想在拍这个极光的时候，把前景也拍清楚了啊，这个像我们拍极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拍人像，我们想自拍一下，或者啊给朋友拍张这个人像照片，在极光下的这种人像照片，这时候呢我们呢就要这个找到这个对焦的最清晰的范围啊。一般呢我们相机呢是根据它的这个相机的这个光圈的大小啊，还有这个根据这个光圈大小，还有这个它的这个距离啊，我们是可以设置它那个最佳的这个清晰范围的啊。像我们一般的这个相机呢，2.8的相机，如果你要是用啊这个焦距是这个16的这种啊这种相机的话啊，你拍出来的呢就是基本上它的清晰范围是在3米到5米之间。啊，这个是根据不同的相机啊，它不同的相机不同的镜头啊，它是来这个清晰范围呢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呢是需要用那个一个 APP 啊一个参数去查的，但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啊，基本上3米以上基本上都能拍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在拍这个极光的时候，我们人像一般不要站到这个相机很近的位置，如果你这个设置好的话，有可能在两米范围之内也是能拍到的，但是呢这个比较虚的情况比较多啊，我们如果要想把这个人像拍得很清楚，或者前景拍得很清楚，我们最好把这个我们要拍这个人像和前景放到3米以外啊，一般的你要放到5米啊6米啊这个位置啊，这个基本上能够拍得很清楚啊，你是把它放到无穷远，它有一个这个清晰的范围。一般如果你要是在这个4米啊到这个6米之间啊，这个基本上没有问题啊，你这个人像啊站在这4米的位置，基本上拍出来是可以拍清楚的啊。这个我们呢对焦呢是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自动对焦。自动对焦呢是在什么情况，就是在这周围环境非常亮的情况下，
就像我们白天啊，这个或者是那个太阳没有落山之前啊，这天空还这个还比较亮的情况下，这时候我们用相机的自动对焦啊，对一个我们这个比较远的一个物体，甚至于你对天上的这些啊，这个像比较远的这些星星啊什么的这些啊，在比较亮的情况下啊，月亮啊什么的，你是用自动对焦是可以这个对的非常准确的。但是如果在这个环境非常暗了，夜里的啊，这个太阳都已经落山了啊，这个满天的这个就是繁星的这种情况下，你这个自动对焦很多情况下是那个没有办法对焦的。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用到手动对焦。手动对焦呢，我们一个最精确的方法实际上是用这个把这个相机呢对一个比较亮的一个位置，然后呢把它的这个屏幕打开啊，把用调整你那个这个对焦环，使这个屏幕呢达到最亮的最大的这个屏幕，然后呢这个这时候呢你再调整这个对焦这个焦距啊，这个对焦环再往回拧，把它拧到这个你所拍的这个物体变得最小的时候啊，就是如果它到最小，你再一拧的时候它又变大了，就是在最小的这个位置，就是对焦最清楚的位置。但是呢，这个方法呢就比较麻烦，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呢，做起来呢就这个一开始呢就不太容易掌握。所以我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种就比较简单的一种方法，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啊，就是我们要想拍这个无穷远的这个照片，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自动对焦关闭以后，用手动对焦，将这个对焦环呢转到这个无穷远处啊，就是在我们那个镜头上，它你转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啊，就是无穷远的那么一个那个标志，你就把这个镜头转到这无穷远，然后再往回稍微的拧一点点。当然这一点点呢，就是像我们做饭一样，它是这个是不准确的啊，这个不是特别精确啊，所以有可能你拧回来这一点，那就拧多一点，有的拧的少一点，它呢就实际上呢不是特别准确的清晰，但是呢大致情况下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啊，就是我们初学者啊，这个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就把这个对焦环转到无穷远，然后再稍微往回拧拧一点点。这个拧这个一点点呢，也可以我们在长期的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呢，就是最后有一个这大致的一个那个标记啊，一个习惯，拧到多少我们心里就基本上有谱了。好，所以这个在初学的时候，我们啊像那个拍一个这个极光啊，这个这时候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啊，这个以后呢我会在这个后面呢，我会给大家呢专门介绍这个对焦的一种这个精确对焦的方法啊。如果讲了以后啊，咱们再可以对这个像星星啊、月亮啊，还有这些极光啊、这些夜景的这些对焦，我们就可以用这种精确的方法啊。当然这个呢比较复杂一点，这个我以后会有一个专题给大家讲这个对焦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这个我们。这个初学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啊，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无穷远，然后稍微往回拧一点点啊，这时候呢，拍出的极光基本上也是清楚啊。这个前景呢，在这种情况下无穷远的时候，一般的这个前景，你要是站到，我觉得在四米以上啊，基本上也是清楚的。它的清楚范围、清晰的范围是根据这个镜头啊不同啊，它是不同的。但是，一般你在这个5米6米左右的位置基本上都是能达到很清楚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完这个对焦啊，如果你这个曝光也已经调好了，对焦也已经调好了，然后我们拍呢就可以拍这个极光了。这时候你就可以摁下这个快门啊，这个等待这个相机啊拍下一张照片，然后你再看一下你拍的效果。如果我们只想这个就拍一个极光啊，天空的这个极光，你就把它对到无穷远，随便按一下快门拍出来啊，就能看到极光。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对于我们啊很多这个摄影的这个摄影人来说呢，拍这照片呢，就是除了这个主体以外，我们还希望有一些前景啊，这个对，这是对构图呢有一定的要求。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啊，能拍到这个极光就已经很满足了啊。这时候呢，你呢对这个构图的要求不是很高，
这时候你就只要把按照我上面把那个曝光参数还有对焦啊做好，你就可以随便去拍了啊，可以完全能够拍到这个极光。但是你要想让这照片呢很漂亮啊，像这张照片既有极光又有这些前景作为这个陪衬，这时候呢你呢就要对构图呢有一个这个设计啊。我们以前讲过这构图的这个这个十种的基本构图方法，这时候你呢基本上你可以啊用把这个照片呢按照你这种构图的方法进行设计啊。这个如果呢就是想提高这摄像水平呢，这个大家呢在拍这个极光的时候呢，最好呢还是要选择一个这个合适的前景啊。这个前景呢能够增加这个照片的趣味性啊，而且呢能够使这个照片呢显得啊这个前后对比啊，这个景深啊什么这些啊，能够给人一种这个对比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能够使照片呢显得很漂亮。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呢一般呢会选一些这个湖泊啊、倒影啊啊，还有这种山体啊啊，这个周围的这个树木啊，还有一些建筑物啊，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拍摄极光的一种前景的构图的一种这个物体啊。像这张照片，我的前景呢主要就是这个前景的这个雪，还有这个河流，还有它这些这个树木、这个小山啊，这作为它的前景。这是我在班夫的这个国家公园里头啊，就是城堡山啊，在这儿拍到的一张这个极光照片啊。所以这张照片呢，就是既有前景，又有这个极光啊，它是对比对称的，所以看起来呢，这张照片呢就非常的漂亮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是想提高一下摄像水平啊，所以我们在拍极光的时候也可以啊，这个适当的选择一些这个前景啊。但是你要是选这个前景呢，这个最好呢就是在拍之前，在天亮的时候，能够到你要拍摄的地方呢踩一下点，看看它周围的这些环境啊，哪些可以作为你这个前景啊。这个这样呢，就是可以再做到心中有数。因为我们当时拍的时候，周围环境非常的暗，你想找这个前景，看的有时候就是黑乎乎一片，你根本分不清这个前景是什么东西啊。这时候呢，如果你要想拍到一张好的照片，最好呢就是提前啊先踩一下点，到那个你要拍摄的地方啊，这预计极光会出现的地方啊，你去看一看它周围的环境啊，这有什么可以作为前景的。像我们在黄刀的时候。黄刀呢，它呢主要是在湖边拍摄啊，它呢有一些这个倒影啊，湖上会有一些倒影，它有一些栈桥啊，那个有的那个湖上呢有一些这个小的这个小独木舟啊、帆船啊，这些都可以作为前景啊，这个拍摄的效果非常好。像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南部啊，就我们所在的城市，像我在卡尔加里这边，我拍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没有这个。离这个湖边呢，这个比较远啊。我们呢就是在城市嘛，所以呢，这时候呢，我要想拍一个好的这个前景，因为城市灯光呢就是污染比较大，我们就要往北走啊，去一个比较黑的地方。一般我们都是到北边啊，这个靠近农田的地方。这时候呢，它呢前景呢会有一些这个像草垛呀啊什么，我们这边还有一些那个那个挖油的那个抽油机呀啊，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前景。还有一些粮仓啊，这些都拍出来都非常漂亮。但是呢，就是一定要在事前啊，拍摄之前，在天亮的时候，先到这个要拍的地点呢去踩踩点，把我们的前景啊，这个大致的位置啊都搞清楚。到时候拍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这个盲拍啊，就可以把这个极光和我们的前景啊布置到这个照片里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在构图啊这个方面。我们也是啊，可以有一些这个那主要的这个注意的啊，就是在这个提前那个踩一下点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拍这个极光，我们这些这个曝光的参数、对焦、构图都做好了，我们就可以按下快门，慢慢的等待这个相机了啊。这10秒、20秒、30秒，这拍出来，基本上就可以拍出一张非常好的一张极光照片啊。这个呢，不光单反相机、手机啊，我们按照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参数设置，也是可以拍出非常好的这个极光照片的。因为我这个带过这个摄影团，这其中呢有这个朋友呢，他就是用手机啊，既用单反，用手机去拍，也拍出来了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的照片啊。
所以这个呢是也是没有问题啊。所以大家呢在如果这个看到有这个极光的时候，我们可以出去啊，就是按照我给大家介绍的上面这些这个设置啊，这个相机的这个参数对焦，还有这种构图的方法，我们去可以设置这个相机啊，可以拍出一个非常好的照片。我的这些呢，这个参数啊、对焦啊这些呢，都是实际上那个我都是实际拍过的啊，所以这个基本上你按照我给的这些参数去拍，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哈。这个极光呢，我们呢今天呢就基本的拍摄方法就给大家介绍的这点。下面呢，我以前跟大家说过，在这个介绍完我们的这个讲座之后，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啊落基山啊这个国家公园的一些这个景点啊，这个让大家呢对我们这边呢有一个了解。如果大家想到这边来游玩，有一些主要的景点。现在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落基山啊，班夫国家公园的这个最著名的一个景点叫路易斯湖啊。这路易斯湖呢是这个班夫国家公园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景点。基本上这个加拿大呢，这个一提班夫啊，基本上必到的打卡点就是路易斯湖，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湖。它呢这个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前面是一个碧绿的湖，后面有一个雪山叫维多利亚，这个雪山也叫维多利亚冰川啊。这个湖呢是这个这个叫一个叫汤姆威尔森先生啊发现的。这汤姆威尔森先生是谁呢？是吧，我们大家如果看过这荒野猎人啊，就是实际上他就是这荒野猎人的一个主角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这荒野猎人呢是一个按照真实故事拍的，但是呢他的就是结果进行了一些改编。这个荒野猎人里面呢显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把这个小李的那个埋掉的那个人，还有另外一个那个小孩啊，在旁边看到那个小孩，这两个人后来这荒野猎人这个小李子去追杀他们。实际上呢这个实际情况呢是小李子后来原谅他们了，并没有去追杀他们啊。所以呢这个汤姆威尔森先生就是这个小就是这个边上看到这个被埋这小李子被埋的那个年轻人啊。他呢后来小李子把他们都放过以后啊，他们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啊，那个这个汤姆威尔森先生呢就离开了美国啊，因为他在美国呢他老觉得这个心里啊对不起这个小李子，所以他就离开了美国来到了加拿大。他在加拿大呢那个做这个探险这个向导啊，他因为他是户外呢那个大家也看到他在美国的时候他就是户外的水平非常高啊，所以他来到加拿大以后啊就受聘作为这种这个探险这个向导啊，带领游客呢在山里头呢就是来游玩。他在这些带领游客在探险这个旅游的过程中呢，他发现了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啊，就像我们今天的路易斯湖，还有后面我会给大家介绍的孟连湖、翡翠湖，这些都是他发现的。所以呢这个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的很多的这个著名的景点必打卡的这种景点都是这汤姆威尔森先生发现的。所以这个加拿大政府呢这个为了纪念他啊，就是在他死去以后给他在这个路易斯湖啊湖边给他立了一个小铜像啊。所以呢这个路易斯湖呢就是汤姆威尔森先生发现的。他呢主要特点就是碧绿的湖后面是维多利亚这个冰川啊，有山有这个湖啊，山和湖这个配合啊，尤其是在这个水面特别平静的时候，这维多利亚冰川荡在湖水里在这个即使是没不是这个日出日落啊这种红光的情况下，就是白天啊这个冰川和这湖泊也是倒映在这湖水里非常漂亮。所以这个湖呢你如果到达湖边以后，你会被它一下就给惊艳到啊，非常美丽的一湖。所以这个路易斯湖呢它的名字也是用这个维多利亚女王的这个四公主路易斯卡洛琳的名字命名的，是王室成员的名字命名。所以这个湖呢在加拿大呢就非常的有名啊，这个也是深受加拿大人喜爱的一个湖。所以我们到加拿大来旅游啊，这路易斯湖基本上是我们必到的一个景点啊。所以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来到加拿大啊这个班夫国家公园以后啊，我们到路易斯湖边去游玩的时候啊，也可以那个大致知道啊它的这个来龙去脉啊。
今天呢，我呢就给大家呢，讲到这里啊，咱们还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给大家呢这个留下来作为答疑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这十分钟之内啊，咱们可以进行一下互动啊。现在呢，就是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